把煮好的面条放到凉开水里面冰一下。给锅里先刷一层油。打三个鸡蛋，给鸡蛋里加一小勺盐，加一小勺花椒粉，再撒点葱花。对啊，披萨嘛。嗯，重视披萨。讲酸辣鸡蛋是那种澎湃的，带着蒸蛋的感觉。好巧。哇。还不腻是吧？就是熬。哇，回家每年五一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空城啊！路上车都没有，全部都出去了。学校赚钱嘛，好不容易放个假呀。把消费都带去外面了。我早上学习那些钱，结婚多年了。